哇塞，感觉你这很复杂呀。这食材复杂呀。你这是干嘛？叫做牛肉面？你咋知道呢？这不是面吗？牛肉面。行，对，忘了，我打摆这儿了。对啊。啊，你说面，我得下来了。你俩睡着了？没有，我在想怎么做。可乐鸡翅还能行？怎么做？你太可乐了，你啊！哎，这很难哎，越简单的越难。我知道我要干嘛了，我完全的知道我要干嘛了。辣椒加可乐，腌它一下。哇，我这看起来已经很可口了。盐巴来一点的，我觉得啊，不管会不会做菜啊，就是最后啊，过程是比较重要。对对，最后就是一定要有个这个，就人家就会觉得你很厉害。鸡翅肯定要有孜然啊，把它给炸一下。哥，这么多食材，我们是 OK 的吗？Yo bro， 这不止 OK 的，我们有老板蒸烤一体机，中国一体机的领导者，马上呢就能给你展示 super power。那要不我们上点难度吧，把这些菜和那个鸡翅搭配起来啊，不仅好吃还好看。好主意哦！调料撒完，屏幕呢一滑，开始烹饪 ，drop the beat。哦，一看就会这么简单，非常简单，你看。这个蒸烤一体机，它绝对会给你这个未来带来非常 hip hop 的冲击。放进去之后，20-30分钟，好，非常好。烤鸡翅澎湃大热风，谁烤谁轻松。哇，可把我香迷糊了，有点迫不及待了。所以我们的老板这个蒸烤一体机已经是在一个 next level 了，我就希望你们可以骑到这袋五彩鸡翅，要出来就定生死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真厉害耶！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这个还叫不会炒？但确实，因为人家炒菜都是用这个。对，你怎么有筷子？我在家就是不用那个东西。所以在家里会自己做菜给自己吃。我都是用筷子做。哦，那还不错啊。哎呦，我看看配白饭很好吃的样子哎。我感觉我们可以去隔壁捣乱了，怎么跟你闹人家了？怎么样？你们做的怎么样？你就看我切的，喂，看起来是有刀法哦，厉害哦，哇，这么细，厉害哦。哇，小彤这个刀法看起来就是不会，我听你说了，没有没有，我没说，我没说。哇，看切葱花就知道刀法了，这是空心菜啊！我一个葱花我记住了，这空心菜不是葱花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能把空心菜切得像葱花一样，这更厉害。你快吃个香蕉。何健真的是门外汉，连空心菜、葱花都看不出来。我差点相信了，就是。这个是不是你的？哪一个？牛肉面是不是你带的？不是啊，我怎么带那个来？因为我想到台湾牛肉面，我怎么感觉有点像？我最近，所以我不能吃这些东西啊。我肯铁定准备。那你一会儿吃这个。这就是很明显，就是为我自己设计的啊，对不对？吃沙拉可以健身，对不对？塑身。如果来个不一样，直接拿这个用来炒的话，会更有意思一点。我不会。对，通常拿青菜第一个想法就是沙拉。我也是觉得是，一定是这样想。肯定，反正不会难吃，你让我炒就说不好了。你要加酱油啊？对啊，就是不是，我不是做那种沙拉，我是做那种拌。哦，这就是拌，就拌起来，然后吓我一跳，我一下。干嘛？你们看着我。我现在很期待这个于老师这边的这个，可不敢啊！哎，我等不及了，哇！
哥，你是要做拌面吗？不做拌面，炒。炒哦。炒哦。哎呦，我来了啊，不好意思。是时候展现我的实力了。等你做完之后放在我面前，就是我们展现我们实力的。我们两个像那种，他是师傅，我们的徒弟在旁边，在旁边看。你们像监工，你们像老板在旁边，给我看着。哎，热锅上面，他测试的，他都拿手去摸锅子的。专业的，专业的。我听说专业的师傅能直接用手摸那个油锅。啊，我不专业，你来吧。你少在，你在这道菜煎我呀？哎呦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塞！哇哇！专业的，专业的。哇！你这么厉害的，哇，老师太厉害了。你可别叫我老师，叫弟弟啊。哇，炒面吗？哇哇哇哇，色香味俱全。哇，这个要不我们就吃这一道菜。对，其他别吃了吧，我们吃这个就好了。哇，好香，闻到味道。哇，这味道有香耶。我的好吃公式非常简单，此次好吃在我们尔滨，那所有的食材全部聚齐，这就是我的一锅出。这是我从小到大做过最厉害的一道菜，看起来真的不简单哦。所有创意料理已制作完毕，请好吃家族成员入座，享受你们亲手制作的创意午餐。来，我先尝一下我这个，我想吃这个。给我尝一个，快尝快尝，弟这样尝，吃里面的。OK。行不行？可以。好不好吃？夹那个。说实话，青椒是吗？可以吧？哦，这是最大的尊重。你要尊重那个鸡翅，你把它全吃了。最大的尊重，来，这给你们，这是我的。先吃一人。别吃肉，吃鸡蛋，肉有点柴。好吃吧。哎，我好紧张哦。好紧张。我来尝尝。试试看啊。还可以。可以吗？能吃吗？能吃。哇，那鸡翅，哇，没吃过这么美味的。